地板上，不是跟你说那个肚子滴滴出车祸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上一秒刚刚跟我说慢慢骑啊，小心啊，我下一秒出车祸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这帮我们要嘴吗？平时都说骑快骑快，你今天跟我骑慢，我出车祸。哎，好喽，来喽。你在干嘛？哎，上次画到这一块第二块布的那个顶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真的，我之前玩过。他那里说什么？玩过。有画啊。然后他是就是他另外一边啊，讲错是另外。另一边。怎么样用来通这一块？这个画到那个底下有没有？它的底下，然后往里边这里边这里连这里，对，连起来的哈，先连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第二块连起来哈。第二块就是这个侧边有没有？侧边画到，你看侧边的线就画到这个底哈，然后跟那一头，啊。过来这边看。对啊，老师左边。对，我坐到另外一边了，所以你跟我不同边了。来来过来。到另外一边我坐到另外一边了。啊，有吗？就是这边侧面有没有？侧面有没有？画到底有没有？然后连这个布的尾巴哈，连起来。两边都要一样，因为它要做后面。看不到，可能要过来这边看。我还没剪，我剪了吗？没有，它这边没有插。连到下面。对，连到下面。你可以做是做完整吗？好，这样连到最下面有没有？好，这样子。你好烦，你这一把做完了。对，是一把。对。真讨厌。给我。你知道你这样做什么事？我要拿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拿走了。你知道你过来，你看，你知道你刚刚做什么事吗？等一下，他很生气，他说太怪了，就是拿。来，我要表演一下，你看他刚做，我要拿，你知道他要拿，我坐到另外一边了。上面吗？哦，你坐到哪里了？私吞。那为什么我刚刚拿那么辛苦，拿那么就好了？不用啊。你来。对，等到你们继续做啊，就是做跟我不同边了。硬发威。那我发威。画到底，他帮我们点名，我们是对，好，然后有两个五分。
面之类的。对，是大的网红站。对对。好，明天老师就从厕所外面留两公分啦、啊。然后剪掉。对，先留两公分。我要留两公分。连好之后哦。对啊。那个外面在。外面的，两公分那样长。厕所外面。因为我坐成另外一边了，你们就坐你们本来那一边。是这样，画吧。从哎，等一下你从哪里画？我要从这里开始。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自我感觉良好。要过来一点。哇。没有，哇。你这样。两公分要盖住它，至少要两公分盖住你。应该是背影吗？背影。他说身高就不一样了，你觉得背影盖一下？那头发就不是、啊。身高。过来一点点点，我的手真准确。这样来靠近。卡住了，好，往外面留两公分哈。那你等一下要剪掉吗？对，要剪掉。老是浪费。这不是浪费，这个是，这是正常的呀。为什么你画就这样？没有，因为他是蛮轻。对，为什么你画这样？凶。会用到布这样走的。对啊。可是两公分，我应该有点这里吧？对啊。啊？我在这里扣，两公分应该在这。可以这边有错是吗？那他往外。说我们只要画往外两公分，他现在要再画一条。这边还要画一条要往外的，这一边应该算点。没关系，就把它移过来就好了。好呗，我们看得懂就好了。这个歪有点牵强的孩子，我觉得不行。可以，看得懂就好了，会解就好了，会
一剪就好了。来来来，我问。快笑死！你先从这里。就短信一下。那两个会两个会有两个会两个会我怕你是手拉大概这样吧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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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顺着这样对，侧边，然后连到布的底。那你不是说，那你觉得中华电信四九九？对，所以做一边就好，不要碰我。可是你要去问，然后这边就还有一个没有线的，到后面。然后把这边。不要连线，它是写那个无线网路用的，有时候还会减速。你要有线，它恢复给你的才是重点。而且这是很多人，就是昨天就有人说什么上百号了，然后还有在那边的跟店员吵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昨天在小区等，然后对面就有一间那个中华电信，干，他关门了，铁门都拉到一半了，里面一堆人。然后我说，哇，他们下班了，因为他们先七天呢、太短了。可是他是阴影，但是我哥每天来都是。啊，你没有问你哥那个有线数吗？吃饭啊！吃饭的时候你就会问啊。吃饭你不问？那你讲。我爸不去问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哦，是你要办还是你爸？我爸要帮我办，然后他也想要办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说，哎、欸，电信就在前面呢，出去呀、啊。然后说四点半要去，其实晚上他已经关了，不去。他们九点就关了吗？对啊，我吃到饭，我吃完饭已经九点半哎、欸。然后九点半，但是我们都是为了是到十点半，然后客人还一定要用到客人走啊，走啊，他们就一直在晃，晃的晃，这边也太歪了。那讲好了吗？啊，好的话就等我一下。可是，对，我那边好大一块，看我留着，留着。我什么用？嗯，那个，对啊，因为这边。这边歪，不不不，我左边吧。这样，我在看这边。老师，我可以帮你女儿做一条裙子吗？可以啊。这样子，给她包起来就好。老师，画画来也说要晚上。啊？就顺着画线。对对，顺着画。不要比他低。嗯。顺着画线连到那个。布的尾巴哈、那边有一只针，屁股里面，屁股里面，这边它有一片，屁股里面，为什么会在屁股？就这边，因为已经穿到后面，就是这。不知道哪一根针，很危险。上次就有了，是在洞里吗？是洞外？洞外。对对对对。洞里洞外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你关没有？你穿西装。你画你跳舞快！我想说你严肃了，要问什么东西？结果是问我这样子这样。那你刚刚不补了？说啊！他说他还不知道。不是说他不说，他没有说。他没有说。我没有。是我说他好像不想吃午餐。他说他现在要现。现在。我们是想饭吃。又忘记。过了就算。为什么又忘记？因为人机里面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不吃，对啊，那干脆不吃。我觉得你可以吃的是晚餐，不是中餐。中餐也要吃的。不吃我走。那你就吃少一点。太多了。他不吃什么都不吃。菜不会胖吧？看油不油了。
哥也会敲门。那、啊、你就叫你妈不要阻止我。你说你觉得好奇吗？好了吗？没有，太好了。他说扫地才不会热死。对啊，就这样画。然后就画下来之后，连到这里，连这里。底是这里。对，那上面是。好，然后也是把那个给他憋起来。我觉得我还是白。
是你下面白，是这里的上面。下面是白，怎样？看到白。你要说你的手机黄，什么我很黄？你黄吗？对啊，看你就黄。你怎么会点绿？我也很想说我的。好，总共用到四块布，等下这个做完再用一块就做完。剪到上面，嗯，这里哦，剪到这里，剪到这里，然后再剪到这里，帮我拉一下布，对对对，这里，这里上去，这样上去，嗯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又歪了。好丑！刚刚那个在看漫画，他在爽。我在唱，我在唱那个民调公园。就我前面那个、啊，看这里，看这里谁叫中年？好啊，以后我们叫他中年的标准。我干嘛？没有。什么要干嘛？你很奇怪，欸、为什么？谁叫你啊？你叫钟佩伦吗？下一个不知道干嘛。下一步是画线，把线画出来。一样的线吗？对。一样方法，一样动作。哎，方法一样。哦，那我先画线。侧边线。
好，然后一直画到这个顶点，有没有？做个记号。这一块顶点就是中刚才前面那一块补的记号。好痛，对，就画到侧边那边。好痛，好痛。我再等一下。好，因为它叫拖尾，所以下摆用的部分很多，反而是上半身的布就很得胜。我的嘴巴对，要眼线，就是等下我那个还没画，我就先做个记号，就至少知道好好做。然后这个公主线，我没有病啊，我觉得有病是他哎。为什么？两个人就是同在一起，因为我也是你们在一起。你累积很多。你吗？你真貌吧，其实白痴吧。你刚刚那猫叫声真的很像。老师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他还是我。我也不知道谁。谁盖的？这个吗？不像，突然不像了。真的久了，我酝酿一下，酝酿干嘛？那你要酝酿一下。海鲜换哪？我卡音了。这一条线，还有刚才后面的公主线，画下来，先画到这边。我是老王。然后两条线都延伸到那个底部去。老王，小猫，老猫。因为这个要长一点，好啦，你可以别叫，是吗？不要抱歉，不要抱歉，你家楼下的猫在发情。小时候你什么时候要养猫啊？那我们家不能养动物。那你可以搬家。是是。为了猫搬家。以后有庭院再养。你还没搬家就不会有庭院了。养动物真的要有那个空间给。好了吗？画好了吗？还没。五月三十号是大三的毕业审查，你们可以去看。毕业了吗？没有，就是专题审查，应该叫专题审查。大三的最后一次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六月会展在图书馆。建议你们去看啊，这样你们才知道专题要做哪方面。我有画线啊，这个线就挺好。嗯。对。我在。好，如果你人才三画好，就现在就画下摆的那个连接线，先画下摆。是保养品的吗？没有。
边料的。一样放在那个牙胶网。对。然后要跟旁边那个接，能够接起来。请你先过来看我画，你先过来看我画。慢点啊。慢点啊，画错了。先知道前面的那块布的终点在哪里，有没有？嗯。是不是有做一个记号？然后这个记号就是把它这个连到这边，然后你我直接连，这样才不会出错的。连到底。给老师，你画个肚子。长那么短，然后现在就是很长，望你长城这样开始。是吗？会有后半句。你后面都画好，对。差哪？没有，是重复使用，是不重复使用。好，就像连起来之后，也是各留两公分啊，上面两公分，这两公分这样。等一下就要剪掉。你好浪费哦。没有浪费，不留着了。嗯，你有发现礼服的样子已经出来了？等一下他在做后面。而且是下面拖尾的衣服。有每个女生都希望结婚穿那个拖尾的礼服，可是很重啊。很重，如果你要很长的话，我就要用到很多。我喜欢牛钻拖尾，可是很重，很重，而且我，而且帮胖子穿中立服更讨厌。我可以吃胖，干超胖啦、啊，妈你会把他穿过衣服？自己也没有那个，干比他瘦，是这样，比你瘦这样子。他咋闭嘴啊？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胖子啊？然后因为那个礼服很重啊，然后我们礼服都要从那个。裙摆就是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们拿礼服都是从那个，就是把整个衣服拿起来，然后手要整件穿在里面，然后那个不是尾巴很长嘛，就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，然后就一直刮一直刮一直刮，然后有时候那个转会掉下来，然后就把那个他准备粉丝桌要在自己缝啊，自己累哦，就每个人自己，这边掉了，自己自己缝，然后帮忙穿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然后把它穿。然后来帮他扣那个扣衣服啊，不会穿。有些客人不会啊。然后都要学啊。因为那时候可能会有心意帮他穿，所以根本不用学。然后那个里面都要穿那个衬子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他帮有时候还扣不起。衬子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裤子扣不起，他扣不起。因为它有固定的那个扣的地方，那它有要绑绳子吗？就是我说我们像那些一定要，你知道我穿的那件是不一定要看，有些没有就有，有些是拉拉链，还有就是拉一条锁子，对，不一定，有些胖子也喜欢穿那种拉拉链，因为有些拉链刺的比然后是绑缎带的漂亮，对，然后可以两边做出吗？然后。他碰地震了，然后忘记东西了。就是说他很难绑，像水珠肉一样。水珠肉可能比较绑。之前那个地展也是穿这个，我没有穿。我是才是每个人都要穿的。好，我就想。可是帮别人就帮别人穿，然后我也是。他们会用脚踢我，踢着这样拉，就是脚要顶着，我懂，就是这样。那个拉不紧，你就会松掉，拉不紧也不舒服，拉不紧就松掉，就是而且走的时候他就是很不舒服，然后脚会越来越粗。
这样子。要搬了，我们已经很低了，再下不来了。
我怎么这样比较好做啊？不会这么辛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你就疯了。但是我们都要爬到中上。对啊，我也要爬上去。但我也要过了。我们是同队的。谢谢啊。我应该要拿第四块。要上桌子。上菜。上菜。桌子会不会垮？老师，你是哪一道菜呀、啊？我知道。哦，那个蜈蚣咬皮，凤梨、哦，不是苹果吗？凤梨、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把它这样。我都蒸吗？马龙平。我刚刚有拿出一根针。问你啦。哎呀，谢啦。我会撞到挺麻烦的。不会，老师你太那个。下面，老师你太高估自己的身高了。对。啊！看看。老师我就说。我一直整个一起笑。太高估他自己的身高了。晶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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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大家要小心。多虑了。这个不好说。我们要上一个是吗？那我们是上会压坏。那谁要上去？好，把它这样先固定好啊，后面固定好。好，先把它别起来哈，然后我们要加火。你上去应该短吧？哎，你比。要扶好吗？你们先过来看，先过来看。而且这一块还比较短。我现在想一下，你知道两种不一样。快快快！你先过来看。难道我们还要再一次？给你身高再好看一点吗？随便哦。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我来了。老师，这个短的话没关系吗？老师。所以要接不完，你们先过来看，看过来看。怎么就是先把这样上半身先别好，有没有？看我都没有别这几个也别好，然后这步数很短，有没有？拖尾的时候都在后面，有没有？所以把你刚才剪掉的步把它接，把它接好，先看我接了。这边先看我接。对吧？不要乱接，你让我看。如果今天接不完的话，下礼拜再继续接。所以意思是接完这个就下课了。对吗？对对，差不多了，把它接。你要接很长吗？接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我在这边把它做个结束，对，差不多这样。接过来。这样差不多。好，你这一块最好能够接到后面，它有这么长，好，到
刀这边是平的哈，然后是可以稍微接到刚才这一块哈，下面这一块太短，就接一块长。为什么在桌上做？因为这样就不用跪在地上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翻很累，你知道？我跪在地上也很累。有没有？八节。送茶啦。先接起来就好，下次上课我们再把它裁切好，再教你们裁切，就把它这样接好。然后有这样可以是平的啊，大家教到这边就好，先这样就好，这样 OK 吗？先把这样接起来，下一班上课我再教你怎么去裁。可是我们颜色不一样。什么颜色？会不会好？没关系，先接起来。可是我觉得有点丑。好，先把它接一接。我们接下来是要用配布吗？都要用配布。好，先这样接起来就好。